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abai，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下界生存》第十八集啊。那这一集要做什么呢？我们刚刚也有在前面的画面有看到，我找到废矿了耶，所以这一集就开始了。首先呢，我这边这一圈我已经绕过了，等一下这边好像很多矿没挖，挖一下好了，别浪费。这边煤炭也太多了吧？真不知道煤炭挖一挖，我身上又有几个了。好，挖完了，准备下去。嗨，他当掉了。为什么我觉得这边的怪好像每个都会先看到我之后就先当掉，不然就是先没看到我这样。都会先当一下。今天我要干嘛？好无聊。有人嘞、欸，我人嘞、欸，这样子。啊，这个不要挖了，那个煤炭太多了。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哦，这就是废矿。看过好几百遍了，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废矿里面的箱子。有没有给箱子？没有。你们看，这些怪物第一次认识我，第一次见到我，结果他们就当掉了。他们现在讨论着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未来，所以你看，已经旁边已经有僵尸知道要来打我了，结果那两只搞暧昧搞到不理我、欸，哎，呀，真的搞暧昧搞到不理我、欸，哎 ，OK 啊，好啊。就这样啊，那个生命平等啊 ，OK， 你不打我不放你，你不放我。哦，这边有啊，怪声砖，啊 ，OK， 送东西，安，我要安干嘛？命名牌 OK 啦，史莱姆球，好吧，我可以骑猪上学，耶、yeah ，嗯，金绿。效率火焰弹，嗯，没，哎呦，没有那个、哦，没有种子哦，啊，没有种子哎，真假的、啊？但呢，我仔细的规模一下，铁矿哦，我其实很想要，但是算了，下次再搬好了。效率书，火焰投射弹，算了吧。绿宝石能干嘛？算了吧，好像都不是很重要哎。嗯，这里大部分都找过了，但是没有任何的东西了，就这样子，好少哦，好穷酸的洞窟哦。嗯，回来了，啊，回来的路，我也是找了一下子，我发现到那边已经快有点失忆了，然后忘记捞岩浆哦，好，去地狱挖好了，要不然也就一样吧，从这边直直挖好了，随便挖。其实我刚刚也已经挖了很多地方了，就哎，这是哪里？这边尖尖的，为什么？啊，没有。我通常私底下，这什么？哎呦，哦，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挖到了。为什么会有那个？下面还有岩浆哦，哎，哦 ，OK。冲下去！哦，哎，烈焰杆杆，谢谢。这里是哦，新的 boss 是不是？这个地图只有两个 boss， 那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吧？嗯，不知道要不要挑战看看，好刺激哦！这个没办法封印吧？这个好像有亮度，都会那个，都一样是会那个。啊 ，OK， 哇，一大片云朵。看什么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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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什么看？哎、欸，啊你是谁？为什么你会生这么奇怪的东西给我？哎，怎么了？怎么了？该不会是陷阱吧？哦，是陷阱！快挖，快挖！啊！我烧不死！啊！我死掉了！我烧不死！我烧不死！你烧不死！死掉了！再来就是他了嘛。这哎、欸，为什么我一来他就沉下去了？是啊，是不是被那个火球射到还是怎样？就刚好触发那个掉落陷阱哦。啊你也是衰呢哈，你就刚好这样子沉在下面，就像刚刚的我一样。别看我，你就下去吧你。你会被烧死吗？作者会不会给你的装备太好，结果你烧不死啊？哦哦。
哦，对，然后各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身上的装备啊，我的档案备份是用另外的一套软体去做备份的，不然的话复制档案的话，我怕它加载的时候会错误。结果没想到我用那个软体重新把档案复制贴上之后，我的档案就有点虽然东西有回来了，可是它的名称变得怪怪的，就变成原本的这种狂暴之书活力之戒，就是那个字体跟说明就不见了，好像那个 type 吧，可是效果是还在了，还是可以有那个。很奇怪哦，还是可以跳，然后攻击力还是有上升，就是档案在贴过来的时候，它就回不去了。但是也还好，不会影响到我们继续实况。反正打死他也不会掉什么东西吧？走开，走开！哦 ，BOSS 资讯，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符合资格啊？我想要直接进去 K 他了。我先读一下书啊。本 BOSS 具有无敌状态，需获得道具除魔弹来解除无敌效果。击败 BOSS 后会掉落用来开启房间的箱子的道具，小心别把它喷到岩浆。如果对自己的战斗力没信心，建议获得抗火药水再来挑战。抗火药水，所以它会有那个火焰的效果就对了。可是我真的好想直接打、哦，真的好想啊，超想要直接打了，可以直接打吗？我们打好不好？打打打，反正有备份重来嘛我好哎哎、哦、很烦欸你啊你烦不烦你烦不烦哈你烦不烦哈你我现在开始觉得第二名我觉得最讨厌的怪物就是你了，超级烦的，走开走开，嘘，好，然后装在这里面，再来是要有地狱疙瘩嘛，对不对？疙瘩我记得箱子里面有疙瘩，是这样的操作吗？一开始是水瓶的话啊，还有烈焰粉，还有烈焰粉，这一个版本需要烈焰粉。欸、怪物吧，有九个而已耶，好少啊。对哦，我把杆子，哎、欸，我还有这样子。哦，有了有了有了，已知用火。然后我记得，如果是防抗火药水的话，好像是烈焰球，对吧？烈焰球才有办法做酿造。烈焰球，哎、欸，我没有烈焰球、欸，哎，没有、欸，哎，哎呀呀，没有烈焰球。有了基础的药水，但是因为没有烈焰球，所以我们去地狱一趟吧。都没有、欸，哎，怎么办？还是我想直接去打了？哎、欸，你居然在这里！来吧，没有，可恶，有吗？没有，可恶！小家伙，小的会掉吗？还是一样是几率性？好像应该也是几率性哦。哦，没有半只，应该说没有半颗圆圆的球。我往那边走走看啊，那个方向。又有了，又有了！这次是大只带小只。哦，有了，有了，有一颗就可以了。可是我不知道小的会不会给？哎，有啊，有啊，哎，都给、欸，哎。那为什么？那为什么我刚刚打的那一只，大小从大只打到小只都没给啊？是怎样霸凌哦？哎，放哪边？放这边哦，这样就可以了。我记得如果再加一颗红石，会加长它的时间，对不对？那我们加一颗红石好了，反正我们就有两个而已。我本来是想要做比较器来做我的那个运输系统啊，可是比较器好像没有那么好用，所以就算了。因为比较其他还是需要红石啊，可是因为红石量实在太低了，抗火药水，那再加一颗红石来延长它的时间。那这个是属于怪物掉落类啊，方块，还有一些道具。好，我们的抗火药水准备要来完成啦，完成了吗？还没，等一下，我还有垃圾。有了，抗火药水八分钟，超多欸。这个烈焰杆应该用不到了，收回去好了。哦，千万不要忘记带一颗除魔弹。我们等一下下去就直接冲进去，我怕它等一下又开始升了。还没反应过来 ，Go！ 哦，等一下，等一下，除魔弹是不是？还是解咒弹？我看一下是哪一罐。这个。哎，不是，等一下，这什么啦？啊，对，是这个。来，给你。这样子我就可以，哦，末日守卫，你叫末日守卫，哦，来啊，互相 PK 啊，哈 PK， 哈，为什么打他没有用？有啦，哎、欸，
是云城吧？不是，这不是重点。他死了、欸，他死了、欸。哎、欸、，Boss Key 哦，这个哦，末日之剑，不死氪金 V 截至 V 3燃烧哦。传说这把剑的威力足以造成毁灭，从此被认为是禁忌而被世界所遗弃，没落的世界深渊。武器惯用手负60加9 80，有比原本这只好吗？负50加8。这是负60加9，才加1而已耶，哦，好少，还嫌啊！末日之剑啊，其实这个剑，这两把剑可以收掉了。我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嗯、啊，也还好，就蛮普通的。当，哎呦，当、啊！我刚是对自己丢解咒弹。真是有够白痴的、欸，受不了！但是我觉得今天手物超多的、啊。哎、欸，我看一下哈，我的啊，找到了成就和挑战。他说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末日之剑完成？地下河湾以及地下城堡完成？一般村民没有，然后地牢没有，自定地牢，这我不太确定耶，哪一种地牢啊？嗯。我真的不太确定一般地牢跟自定地牢差在哪里好了，那目前打败所有 boss， 这个 boss 应该只有两只而已吧，我记得有另外一本书是指地牢 boss 资讯，应该只有两只吧，我看一下。本 boss 5有无敌效缺状态，2本 boss 必定掉落战利品哦，大放上活生生的菜鸟 boss 一只，前提是你要除魔弹哦，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全部都解开了，对不对？我这样就解开了嘛，耶、yeah! ！成就完成，那我剩什么啊？我现在是不是只剩下地牢啊？哦，中介祭坛。哎，对，这样子我就全部解完了，其实就只剩下一村民，还有地牢跟自定地牢这两个而已。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直接点个喜欢。想知道最新影片系列，记得点下你的订阅以及旁边的铃铛。如果你是下面留言，我就送你一个大爱心，真的。就这样，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